说对不对？你女朋友不让你来看我，这是不是不太对啊？哥哥，你好好想一想，你看一个女主播花了6块钱办的牌子，她不让你来看我，牌子掉了，你又说你浪费了6块钱，怎么可以浪费6块钱呢？是不是？怎么可以让你的女朋友让你浪费这6块钱呢？你女朋友太不会省钱了，哥哥，我跟你说，这样的女朋友以后就没办法顾家的，攒不下来钱。所以哥哥，我建议你再办一张牌子，不要给女朋友看到了，不然的话，你女朋友又要浪费钱了。
Thank you.
Yeah.
休息哦。